的众生，妈妈也有一千只眼睛，每一个眼睛都铸造着我。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，每一只手都抚慰着众生，妈妈也有一千只手，每一只手都安抚着我。千手观音有一千只脚，每一只脚都为众生奔忙，妈妈也有一千只脚，每一只脚都为我磨破。是通身千眼的施无畏者，在母亲的怀中自在地成长了。母亲的心是佛的心，是观音的心，观音的心原来是母亲的心。于是我们决定让母亲的身体是千手观音的身体，无老无病，长寿自在，像清空一样湛然的年轻，是自在的健康觉悟。于是母亲的心决定是千手观音的心，是观自在的母亲，是快乐的欢喜慈悲圆满的智慧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祈愿：天下大同，人间幸福，地球和平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就坐。谢谢来宾。